来的有点晚了，不过今天的主要是天气也不太好，所以估计最美日落。川鹿港的落日被评为世界三大最美落日之一，据说是世界各国船员评的，基本上大家都会选择来碧武桥上观赏。碧武桥的一侧呢，步行两分钟的地方有一座河畔上的购物中心，主要售卖道东川鹿的一些特产以及当地的美食。来的太晚了，都关门了。这个好可爱，木甲。大多数都关门了。川鹿市场，大家都关门了。カメラです。遇到咱了，客厅关门了。当然呢，我是主要来吃晚餐的，在市场的外边啊，河边呢有一个夏季限定的暗壁炉端啊，也就是日式烧烤。给你一个炉子啊，自己烤自己吃，挺受游客欢迎的一个地方。前面有一个炉子，在自己在这边烤。はい。失礼します。こちらお皿になります。どうぞ。こちら調味料になりますので。はい。こちらに道具の方失礼します。もし荷物ありましたら、こちらの袋に入れていただけると匂い防げますので、はい、こちらの方に。どうぞ。います。じゃあベーコンも一つ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よ。アスパラと、はい、お餅とチーズ、はい、とアスパラって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この上でいくね。じゃあとりあえずこれで、はい、飲み物はいいのかい。食器に入れますか。お願いします。食器ですか。食器で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以上无酒精的啤酒，然后这边是我点的，一共大概一共2000块，还不错吧，我觉得。这小章鱼特别鲜。这个牛肉刚吃了两块，这个牛肉真的非常好吃。这牛肉真的很好吃，
来还蛮肥大的嘛。非常不错，吃完已经天黑了，人开始越来越多了。车上也点起了灯，还挺漂亮的，不过确实有点冷了。现在晚上就开始热闹起来了。日本的话，就是不管是多小的城市，肯定是有一条那么一条就是居酒屋啊什么的比较热闹的小街。就是晚上吃吃喝喝的这种地方是绝对不能少的，包括还有这种很多的这种キャバクラ。Stock Club 之类的，无聊案内所有。所以这种喝酒的，然后小姑娘陪酒的地方，不管哪个城市肯定都得有。像这种楼一到六层，这边也是一到七层，全都是这种小店，小的这种吧。日本人就喜欢这种，虽然感觉城市衰退了，但这种吧是绝对少不了的。こんな感じです。像这个也是，一到十层，有很多无数的这个。bar 还有这种 club， 旁边的垃圾桶写的是叫“欢乐街专用”，一般人不能用。康拉格盖，闪的厉害，这边也是这个，这里面的 bar 的话就是这样。